大家好，我是美信，这里呢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也是美信的家乡。美信呢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认识叔叔阿姨们。在这里呢，我特别感谢某一个人，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我的所有，所以说我特别的感谢他。真的在这个家乡有我许多伤心的回忆和一些难过的事情，有时候都快要把我的心智给磨灭掉了。如果不是遇见他，好几次我都已经要走了。每一次我走到车站的时候，我很感谢能够认识你们，也特别的感谢，真的很感谢你们默默的付出，也很感谢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成长的机会。锁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不是和富婆都要去结婚了吗？我刚刚看到他们好多人在下面操办那个婚礼啊。而且那个富婆还问我你在哪里啊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怎么在这里吗？你不去给人家帮忙吗？我不想去。怎么了？顺其自然嘛，他们想怎么办怎么办嘛。我也是个上门女婿，我感觉呢这些事情也不是我操心的。其实呢我心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想法，很难受。我在这里呢，第一呢是等你，你今天刚刚去你家的时候，人家说你去相亲了，然后呢你去相亲怎么样呀？哇，成功了没有？你说成功还是没成功吗？ 我不知道呀。那个男孩子看上了我啊，都快成功了，知道吧？没有成功，骗你呢。啊，走吧走吧，去我家。没有，没有成功。哎呀，好开心啊。这个美金，你就是关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，一夜一下子变老，还怎么能